你们俩先过桥，你们俩先过桥。我再往回走了。球子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往右，往对，往那边跑。是不是摔下去？好好好，汇合。看一个能记的路吧。汇合了，汇合了。好。你还好吗？飞船这边有没掉水，好的很。那个板子呢？不是那个告示牌呢？告示牌呢？你们谁拿告示牌？在我手上。哪里啊？没有。哎，告示牌呢？啊？在你手上吗？不是，我问你们两个告示牌呢？我刚塞了两个东西进去啊，为什么只有一个这个？我塞了两个东西进去啊。哦，告示牌不要塞这里面，告示牌塞这里面你不好找。告示牌属于战斗武器啊。哦。哎，算了，这东西归类我来归。归类都不对，大老爷，大老爷们不会归类的。哎，思思最细心的。等一下，所以现在有个很重要的问题，我们四个人都是满血，对不对？对，有风潮吗？现在时间还早，蜂巢在哪里？等一下，我来收一点东西，我收点东西，我收一点东西。蜂巢在哪里？我有办法，别搞，别吵，再吵把你锅具卖了。我不要无线电也上线，正在跟那里开路。哎，这边有蜂巢，这边有蜂巢，这边有蜂巢，蜂巢这个。这个蜂巢不难，太远了。这个太远了。我们现在在谷底吗？我们在两个东西啊。等一下，五点狗，谷底有五点狗，不要过来。五点狗，小心无线电静默吧。星河呼叫，我刚刚遇到无眼狗，然后现在突围。小心，我周围似乎有巨人。收到，那双子他们会。他们俩在一起，然后其实你可以回来了，你方向差不多。别废话了，走！我同学在走啊！快走！进来！走！差点忘，还带了一个传送门。那人不要了，亏更多了。不要了！丢了啥？我都快摸回去了，手电筒还在讲。你是怎么把自己弄丢的呀？我都让你别跟了呀，刚。